你好，你好，你好，我叫铁柱，第一次见面哈。那你们先聊啊，我去打个电话。哦，好，行。好热啊！你看一下，你要喝点什么？你好，服务员。你好，服务员。你不觉得热吗？哦，我还好，你要不要喝点冰的？太冷了，你笑什么？我想起搞笑的事情。我问你个问题，你对我的第一印象感觉如何？第一印象挺好的。谢谢。哎，你头上有个东西。这个。我帮你。哦，谢谢。那你哇，你状态了，人家都状态了。 Oh God， 十七个相亲爆笑名场面。我这第一次相亲就对你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你是不是确实太晚了，你该回家了。不是，我这么漂亮你没相中？没有。那你刚才牵我手干嘛？我是在跟你看手相，咱俩八字不合，你有点刻薄。你好，是来相亲的吧？啊，是的。你也没人要啊？多大了？28。老 baby。28现在就是老 baby 了。28就是老 baby。那你呢？35。35是什么东西？仙姑啊，已经不是仙女了，是仙姑，叫我姑姑就好。那你叫我杨过吧。过儿，你是我的过儿吗？是的。我饿了，把那个大雕烤了吧。大雕。看我这个手，刷不了碗，洗不了衣服。那我娶你干什么？你凭什么值100万彩礼？你告告我来，你咋的脑瓜子大呀？彩礼返3倍。哎，王哥，我能不能带300万呢？王哥，新婚快乐。哎，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妈妈她到了，先不跟你说了哈。你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我妈说爱打扮的女人都败家。你怎么不吃啊？我妈说外面东西都脏，不让在外面吃。你妈真关心你呀、啊。那是，我妈生活可不容易，所以以后咱俩结婚了，必须跟我妈住一块，方便你伺候她。行，那我顺便把工作辞了呗。到时候咱俩结婚了，你自己住一屋，我跟你妈住一起，方便以后照顾她。儿子，这种女人不适合你，回家。相亲还带着你妈？我妈就是单身，我被骗。没人说过你是妈宝男吗？我可不是妈宝男。谁说你不是？我妈说的。我儿子才不是妈宝男。算了，你也不符合我妈的要求。你是来找爸爸的吧？哎呦我的妈！咋没人说我？咋没人说我？你这是第几次相亲呢？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家这么敏感的问题，聊聊兴趣爱好呗。我平时喜欢看书。咦，我也喜欢看书。你喜欢看哪种类型的书啊？我们单位的女秘书。那个不好意思，来晚了，刚刚吃饭耽误了点时间。啊，没关系，吃啥呀？啊，面。什么面呢？拉面。什么拉面？兰州拉面呢？大份小份的。小份。小份多少钱？10块。10块，微信还是支付宝？啊，那个大哥，我们可能搞错了。那个，其实我喜欢女的，我们不合适。这样可以吗？我先回去了。啊，你怎么回去啊？骑车。什么车？电瓶车。电瓶车提速快不快啊？还行。能拖几个人啊？2个吧。那带了人快不快啊？在聊天能离开电瓶车吧。吃拉面放没放辣椒？那什么，我回家了。你到家睡不睡觉啊？马上睡。
你睡觉前洗不洗澡啊？洗。洗澡用肥皂还是沐浴露啊？肥皂。嘿，沐浴露。什么味的？能不能正常点儿？和你唠嗑挺开心的，你呢？我也开心，行了吧？你为啥开心呢？我。你吃拉面点没点饮料啊？不行不行，我困了，我要回家睡觉了。你到底点没点啊？点了。点啥呀？奶茶。什么味儿的？咱能换个话题不？那你电瓶车几个电了？王阿姨介绍的吧？你带了个人糖葫芦，咱直接开始。啊、我30。啊，我28。我海归。我985。我有房。有车。我是东北地区熬夜状元。我是东北地区蹦迪女王。我能喝30瓶啤的。我能喝2斤白的。赋闲在家。职业啃老。啥玩意儿呢？能那么能喝呀？糖葫芦还拿走。哎呀，不好意思，来晚了啊！哎，终于见到本人了啊！我这几天想你啊！哎呀，就是这个心里五谷杂粮的呀！哎呀，我也是，我心里都是5险1金的。五味杂陈，五味杂陈，嘴瓢了，紧张啊，紧张！不好意思啊。你平时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平时研究淡水生物的生活习性以及动植物蛋白分子对它们进食的影响，并进行采样收集工作。就是垂钓。哎，你平时是做啥工作的呀？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我平时研究人体在不同时期与这个乳胶的贴合度，以及多重营养元素对人体肠胃的这个影响。就是躺平，俗称就是功成名就，就混吃等死那种。不是，你这不太好吧？这有啥不好的呀？我咱俩都不上班，以后连骨灰都没钱安置。哎呀，我养你啊！哎呦我的妈！我俩第一次相亲就有一种对你相见恨晚的感觉。确实太晚了，你回家吧。我长得这么漂亮，你没有相中我吗？没有。可是你刚刚一直拉着我的手。我那是给你看相呢。我俩八字不合，你有点克我，你走吧。我们家那边彩礼呢都是女方出，如果你要是生个男孩，我们家比较开明啊，还能给你个2500。这还开明呢？还必须是男孩，咋的？你家有皇位要继承啊？你这再过几年可就过了最佳生育年龄了啊？什么最佳生育年龄啊？你家啥基因呢？保质期这么短呢？不是，啥不是啊？你不是还是我不是啊？你这年龄也不小了，过我这村没这店了，知道吗？妈呀，你说我年纪大呀？我看你这35，你确定没谎报年龄？我看你最起码有53了吧？成熟男人能给你那物质上的需求，而且你跟我在一起可以更有捷径、更快的步入上流社会，用啥呀？大哥，照你这思维，我是不是找个神仙就可以位列仙班了？怪我了，哎，我没了解清楚就来了，这样。为了弥补你，我把我二姑王秀娥介绍给你。她今年呢52岁，哎，离婚17年了，身材长相啥的都保养得挺不错的。咋样，大哥？有毛病啊！我跟你相亲，你看看我姐妹人，让我能？那我介绍你给我兄弟啊。介绍我给你爸爸。再说，我不脱单，我姐妹也别想脱。是我姐妹，走。什么？走啊？要不你先走，要不你先走。What？ 走啊！你这样子搞不好啊！你是王姨介绍来相亲的？啊，对。你有车吗？对不起啊，我没有。没事儿，我妈有，天地。那你有房吗？也没有。没事儿，我妈有。那你有存款吗？没有。没事儿，我妈有3000万。那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呀？你有病。你好，不好意思来晚了啊，王阿姨介绍的啊。啊，对对对对对对。久等了啊。啊，那个杨先生哈、啊。对对对，我姓杨，名伟。啊，杨。啊，杨哎，你这眼睛。啊？怎么了？真大。哦，谢谢。哎呀，那双眼皮比我眼睛都大啊。没有，你眼睛也不是特别小，就是眼睛小去光嘛。
哎，你这双眼皮儿，大夫用屠龙刀嘎的吧？失败了是不？没有，拿倚天剑嘎的。铁子，你没看仔细吗？这不是双眼皮儿，这是抬头纹。哎呦我的妈！女孩子还是真实一点比较好。那要像荷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铁子出淤泥而不染的不只有荷花，还有金针菇。我特别讨厌整容女。你要是没相中我吧，你这功夫可以走，好不好？你说你吹毛求疵的，从一坐下来开始，这叭叭的一顿说。那没办法呀，我这个人直肠子啊。你直肠子也不至于从嘴往出拉吧？你会唠嗑吗？你有情商吗？再说了，你没照镜子看看你自己啥形象吗？啊，那草包肚子、大象腿、满脸褶子、大臭嘴，那肚子都让我想起新开园的山地大西瓜来了。就你长得真是曲折离奇、颠沛流离，都不禁让我感慨你爹妈的神奇，真是。就拿你照片要是当那个手机屏幕啊，都得中病毒，还嫌弃我。你好姑娘，我今天相亲没带花，你把你花借我吧。你好，我是王婶介绍来的。你好你好你好，谢谢啊。那个你也没人要吗？开玩笑开玩笑。小哥哥是什么学历啊？我当年差点研究生，后来出了点意外。研究生呀？又出了什么意外？初中没毕业。那你有什么梦想吗？我的梦想跟我爸一样，都是月入10万。月入10万啊，好厉害呀、啊！不是，月入10万也是我爸的梦想。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不是特别合适啊。那你觉得男生应该赚多少钱才能够你花呀、啊？也不用特别多呀，差不多1周2万吧。两万，你住 ICU 呢？第一次相亲有点紧张的。嗨，紧张什么呀，咱俩还不定能成呢。啊，那咱们直接开门见山吧，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啊？我呀，差不多20万吧。20万？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有时候做地主，有时也做农民。这饭也吃了，天也黑了，一共花了800，你找我400。相个亲你能爷们儿一点吗？我又没相中你，还客气啥呀。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转不了了。要不打听一下我是谁，以后别想在相亲圈里混了。